Hello， 嗨嗨，晚安。我们今天要来玩游戏。对，我们今天来玩游戏。那个游戏要怎么称？就是一个默契的游戏。对。然后举个例子，就是可能说，地址最不可以。要不要等多一点人进来再讲？好吧。但等一下呀。我刚想说，可以让知道的人先去宣传。我还可以等一下再解释一次。好啊，那你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呢，比如说栗子最不可以或缺的是什么，最不能或缺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跟韩寒就要同时答，有这种默契游戏，大家可以去宣传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玩。Hello， 晚上好，大家。我最近又继续在看《海贼王》了，我终于。你还有小花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有两朵？想怎样？只有我有，是我自己长出来的。Hello。哦。Hello。大家到长小花。Hello。有点鼻音，刚睡醒吧？对。因为 我连到蓝牙。今天考完，我连到蓝牙吗？有吗？没有吧。今天考完试，我连到蓝牙，是你连到蓝牙。今天考完试，对，昨天跟今天。我想说，我今天又没有用了。有人最近在考试没？我最近都还没有修图。我最近也都没有修图，没关系的。我最近有点排版难关，建议不要看一些最新剧情太长。好像有听说，但我现在才看到600多集而已，所以还好，大概650吧。我现在看到网络好烂。德雷斯罗萨是吗？是吗？忘记那个叫什么。谢谢你，多佛朗明哥那边，在他们在竞技场打那边。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其实我。就是我真的没有这样一集一集看，但是我感觉我很多幕都似曾相识，像我也看过鲁夫，我一直都，那我应该一直都怪怪的。我也看过鲁夫在竞技场打架，然后他戴那个红衣跟红披风的时候，人人果实，我看迪卡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哎，这是一个梗图吗？你不知道海人人果实？不知道，就是海贼王的。现在颁奖的愚人节会员票，快愚人节嘞！4月1号，对不对？但他还是那你情侣装啦。你是说布丁头吗？给情侣装。但我有点买太大了，我买了。你们不觉得今天很可爱吗？对，所以。今天有跨界嘛，所以特别。情侣装 get 起来。但我刚刚又睡了一下。对，今天也是开花的。怎么样？许久不见的公演怎么样啊？怎么这次好像收到很多关于表情进步的部分？我在这边先谢谢。人家还想要买那个，谢谢那个画画的那个程式，那个画画程式叫什么 ？Pro 什么东西的吧 ？Procreate。哦，不对，对 ，Procreate。不对。对。你刚说不对。对，我说 Procreate。我好想买。买啊！因为我之后有平板也会买。还是我们现在买，然后我们来你画我猜。什么意思？What？ 用平板？进步超明显，对啊，大家都这样讲哎，谢谢。有，所以有人要顺便称赞我一下吗？嗨，大家。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回归之后，其实我自己在跳的时候，感觉也有一点不一样。对啊，我也是觉得。我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可以之后可以画什么圣诞贴就之类的，你也可以用。更得心应手了。病倒就断过了。对他就是很想消费。赶快。赶快拿那个补签卡。喜欢逆转王子海涵。补签卡。谢谢。应该要喜欢全部的海涵。可以喜欢全部的。哦，但你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那个？因为我其实读蜘蛛本来就有想买那个。读蜘蛛屋那三手找到我。本来就有想买那个。你们是不是有在找我？但因为呢 ，Daisy 人太多。所以姐姐说我们要轮流跳，所以我这次没有那三首。没事的，大家。没事，没有独蜘蛛。没关系。
应该下次应该有吧，官方贴哦，对，我还没转呢，我还没转，但我第一次被 catch 到一个就是那个扎眼的瞬间。嗨，北极星，穿蓝色，然后默默关手灯，居然是这样。对，现在还有灯箱吗？现在还有到4月2号的样子，好像灯箱到4月2号。欢迎去捷运中山站4号出口 B1 月台层手扶梯下方。背起来了，只好刷官方的白色情人节还练口了。下次就会有了吧？对，在中山站4号出口，欢迎去踩点哦。我刚问了问题 ，wink 的瞬间。但怎样？你买了是不是？哦，没有，不是，我不是问那个问题，我是问别的问题。对吧？关于明天的浪 K 歌的问题，什么东西？公演的歌都是12人对吧？除了 uncle 的、啊，除了 uncle 以外，每首都是12人，或是少于12人。公演每一首歌的人呢、啊，都是12个人呢、啊。你说每组吗？还是你那一组？每首歌表演的人，看组不是吗？我是说12人或少于12人，不会有多12个人啊。只有 uncle 曲是全员上而已。还有拼图吧？好，对，就是拼图跟 uncle 是后半。没有啊，独蜘蛛也是12人啊。我说后半是到就是。MC34 后，对啊，那就是从拼图后面。你怎么理解能力每次都这么慢呢、啊？我刚睡醒。你没有刚睡醒也这样好不好？现在笑笑的浪漫玫瑰，原始是16人中，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又没有超出16个人。刚睡醒，对啊，我刚刚又睡了一下。对，暗口曲就是全员。我化完妆，我又回去睡一下。太累了。对，我在日本原始是16，今天刚去踩，很棒，去了好。今天播2个小时。多去几次。播2个小时，立早改刚睡醒，所以是刚睡醒才说立早改。晚安，博纯。女主人太多，对，英主人很少。一直都在被他呛啊。没有，我跟你们讲，他真的是常常这样，每次就是可能邱品涵。切幌子，我们讲一讲，然后就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很晚才 get 到，然后就哦哦，所以是什么什么什么吗？对，谢谢阿全。然后那时候我们早就已经结束那个话题，那个点已经过去了，他才在那边给我缓慢 get。两个小时都要玩游戏，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互相参与对方的话题。那、啊、你买了 Procreate 吗？还没耶。买啊。现在吗？对啊。我今天才在网络上看到 Procreate 自制笔刷的方法。你很想用是不是？对，我很想买，现在我很想买 Pro。iPad Pro。Yes。Why？ 但 Pro 只有2个颜色哎。It's okay。哪2个颜色？我没有研究。银色跟黑色。Oh my god！ 不是黑色啦，灰色。它没有粉红色。那另一个是什么 ？Air 有很多颜色，但 Air 的前镜头只有700万。没有1200万，那买 Pro 吧。我觉得要买要买 Pro 就好。没有，因为我想说真的是。可是如果你买透明壳，像这样的话就很明显。那我就不要买透明壳，就不会像那样，也不会很明显了。哦，但我觉得玫瑰金比较好看。你不会拿平板拍照？我原本要拿平板来直播啦。邱平安的，因为比较大，眼镜比较没有那么新。邱平安的壳也是有颜色的啊。Pro 的银色很美哦，太空会很酷，真的吗？啊，对啊，我喜欢粉色。我当初买 iPad 是想要拿它来直播，所以我才要选1200万粒子呆呆的。的 iPad。透明人跟粒子的差别。要老实说，就是要平板加，但最近已经花太多钱，不想再花钱买。老实说，其实我没有特别聪明，就是有人特别不聪明而已。对，这是一般常人理解的范围。但拿来修图真的很棒，真的可以拿来修图，浪拿来修图真的很好看。我现在拿来，我现在用手机修图，我已经觉得很不上手。比起姐姐，对，就是
我就觉得手指很肥，是你的问题啊。没有，等你会用过你就知道了。用过的都说赞。那你猜猜看，谁也会很常跟你一样说啊什么什么？你们在说什么？蔡安 ，no。好了，他有时候也会，但是他是想了解的，不是，他是想了解的那种说你们在说什么 ？Annie，no。Annie. 跟我很熟吗？干嘛问这种伤感情的话？还好吧。哈，我们在组的，你们组，大家键盘开，谢谢，火力全开，没关系，敌不会啊 ，no， 谁啊？用过 Apple Pencil 带回不去，不是，某某，不是，你都快整组都拆完了，谁啊？林杰鑫，不是，妮妮，不是，卢卡。不是，都快拆完了，就剩那个啦。思雅，不是思雅，不会。不是 ，no。还有谁？结果你得罪那个人得罪最多，因为你整个忘记他。完了吧，你们更没礼貌了。Mina 猜过了，你刚是不是有猜 Mina？ 有啊，不是怡真。哦，你们真的忘记他了，我下次会跟他讲。玲玲，对，玲玲不会啊，没有玲玲每次都会，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可能跟 mini four 或是我们之类在讲话，然后就会说啊什么什么，你们在讲什么？他就是真的。可是他不会对我这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啊。所以你们不熟啊？因为我真的很少跟，我很少跟别组的二期。超像的，超像的，上次公演。哦，这次公演我体会到就是非常不匆忙的感觉，因为我就是有那三首的时间，然后我就逆转下来，我就觉得就是嗨嗨嗨嗨，很嗨没事这样。然后我彩排的时候 ，Oh my god， 小花，我彩排的时候我有跟祖祖聊了一下，然后祖祖就说：“哇，你学的好像。”他就说我学玲玲学得很像。干嘛救救你哦！大家等一下先不要送救救你哦，我要先念完。他知道问丽姐不知道，所以不会这样问。哦。对啊，他不会这样问我，所以我不知道。因为你也不知道，因为他问你也没有救，两个人都有慢，所以察觉不了。那几个例子跑都来不及吧？你到底是怎样啊？你有够可怕的。我真的像我不要从三起身的耳里听到荔枝前辈好可怕、哦、偶像不要送我救救你哦，等一下啦，我要先念完啦，快点，我需要补进度。现在吗？现在是我本人。等一下等我念完，谢谢阿姨。忙着拍照，但我哦对，我悠哉的拍照，但我还跟中法老师聊了一下，然后聊完之后再休闲的拍个照，在休闲的换拼图那一套，然后在休闲的拍拼图的照片。对，我疯狂拍照。志宏哈哈，杨雄哈哈，阿 Kira 哈哈，听。因为你的照片才没上那三首，对。乌诺哈哈，侯颖嗨嗨，嗨嗨，志玲哥嗨嗨。害怕的是你也是海岸前辈了吧？我早就是啦。什么意思？我已经当前辈很久了，对。你们是不是没感觉？因为我没有前辈架子啊。我也没有讲，好像我有一样。你有吗？嗨嗨，郑源，嗨嗨，不动不动兔，嗨嗨。哦，谢谢包子的祝福。嗨嗨，思睿，嗨嗨，嗨嗨，荣光果，嗨嗨，修泽，嗨嗨，单细胞，嗨嗨，北人，嗨嗨，福喵，嗨嗨。这么休闲哦，悠闲，对，悠闲。好想念你的白情，下个月会有吧？我是没有。温柔的前辈，对，对，玲玲他们是二期生，精确的前辈 ，Sure。一直都是。我要慢慢念到。海岸前辈会很恐怖吗？我看起来很恐怖吗？看起来超级亚沙系的，好不好？那一趴少了，你心就像空了一块，也没有办法喊不出来。喜欢海岸前辈还会带他去吃吃喝喝吗？
金钱，不好意思。哈尼，有智慧的话啦，可能请他吃个糖之类的。嗨对，古早味，嗨嗨。下个月不一定会去，哦哦。他还坤坤，对，还是见比较少。二期生帕莉莉哦，详情请见 Bill Flower。哎，可是我真的 MC 内容，哎，我真的不是不是我们这一组吧？是你那一组？我这一组、哦。你这一组的还是？应该是你这一组的 MC 二，对二期。相亲请见 Uni Daisy MC 二，其他粉丝讲解一下。我只是工作的时候比较严肃。没有啊，你很可怕，我自己都觉得你很可怕。我人明明那么亚莎系，差点笑出来。什么意思？哎，你要不要带那个雪莉梅？在哪里？在那边。我要去哪？在哪里？在那边。要不要？是可以啦。笑了。我人这么亚莎系。还日常像。但我没有剪。今天到吧。你要哪一个？不要星星。好，这个。啊，我想，那我先带一下。这我买的。那我就带小花就好啦。呀，好可爱哦！为什么你会买这个？因为这是特别版。呀，我不喜欢当男生。好可爱啊！而且你根本就没有，你戴在我的耳朵跟我的后脑勺上面。我不知道你耳朵在哪里。好，还是你可以戴两个。雌雄同体是不是？对啊。姐姐带花花不要，花花是我长的，没有肥了它就会垂下来。对，不可以拿掉花花。好久不见的阿雪，结果不是阿雪，是阿雪的耳朵被嫌弃了。被花花被压到了。好，很好。那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活动了吗？密码是什么？不告诉你。哼，密码是1107。我的手指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我的密码是一定是1107，不是你就失职了。哼，姐姐带过一次花花。花花。哦，我们班有一个同学，谢谢波波，弟弟你哦。他很喜欢，他很喜欢。等一下，我想不到叫什么。很喜欢我吧？他很喜欢。谢谢数学课本的舅舅你哦。爱之万的。叫什么？等一下，好好不尊重哦！我想一下。本田仁美前辈，百花前辈，不是不是，石川奈子前辈。哦，不是爱之丸，现在变成爱。他叫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哦，但他爱之丸也蛮喜欢小樱花的。密码为什么是我生日？比较配女装，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男装的概念。你抽抽看这两个有没有觉得它的口感？不是，不是口感，是不是？我吃吃看啊。手感你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买到假的熊了，但那个它的价钱跟真的熊了。等一下，我快想起来了。我快想起来了。它的手感有一样吗？我怎么可能忘记啊？讲到很哦，对对，安佑真，他喜欢安佑真。你要可以帮我戳戳看吗？之前有一次，我跟另一个同学想要解他的手机密码，然后我们就但我觉得，因为他雪莉梅是正版，但我不知道那个达菲是不是盗版。因为他桌布就是安佑真，然后我们就偷偷上网查，差不多啦，偷偷上网查安佑真的身份，然后我们就打开他的手机了，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吗？对，差不多。谢谢林果戳戳你。这些密码是你生日哪被你看到？这个超多盗版。真的，我没有看到过哎、欸，我真的没有看到过。我买了。但我之前的密码是他的生日后几天，对。他知道这件事吗？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但他后来好像有换密码，不知道换什么。看标签。不同国家迪士尼质感也会差很多。哦，是吗？但这两个都是 Tokyo Disney 的。这是海洋的20周年、欸。哦哦，哦哦，
不是啊，手机还觉得聊对啊，手感不太。我到时候那个看那个，因为它的标志也感觉怪怪。公演擅长谁手机忘记带，我打开。但他就是说假一赔，输入那个赔20，全员的生日一定解得开，有一个人解得开。你看，你不觉得标看起来像假标的吗？质感好，那栗子凉凉凉凉了，转推就换密码。你不觉得下面那个看起来超像假标的吗？手机密码要偶像生日，还让朋友知道实在太危险了。对啊，这样子人家像爸爸，我的好谢谢，我看不懂。其实很好猜吧，价钱标也不太一样。啊，我有猜到吗？我没有，我有问他哦，没有吧？有吗？嗯。你之前用我生日，我有看到吗？没有吧？哈？我用你的生日，对啊，我从来没有用你的生日当我。对啊，你们是在睡哦。是你用我的生日。他们在睡耶。是你用我的生日。他们在睡，我是用过你的生日没错，因为我自己的生日，然后我朋友的生日都用过了，还是一直被解出来。吵架了。假一赔的生日幻觉，是不是那是你们的幻觉。谁在睡？到底谁在睡？假一赔二十是话术。当然是话术啊，就会告诉你是、啊，就会有人上当、啊。真的是假的吗？可是熊耳没有这么贵啊，熊耳没有那么贵。角色记错，睡着了是不是、啊？来喷一下。熊耳没有这么贵啦。枕头香水什么东西？我没关系，我把，哎、欸，你戳戳看他的耳朵。哦，北村枕头香水，雪莉梅变香香。手机密码是圆周，你说你是那种可以输很多码的那个吗？我觉得触感差不多啊，你就摸摸看。除了他已经被摸到眉毛了，不一样啊。可是这个是因为已经摸，他已经没有啊，摸的地方又没有塌掉。为什么要这样安慰自己？好了，没关系，你只要相信你买的是正版，那就会是正版的。谁叫你要乱买？没关系，我花的钱也是正版的钱。Duffy， 但我没有带盗版哦，我只是公司密码上要换一次，不能重复用，于是用成员 IG 账号轮流用。真聪明啊！对啊，熊会感觉假假的。我有被他看到过，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我也觉得感觉是正版的，而且我还找很多有评价。公演彩带我没有喷香水啊。嗯。公演的彩带没有喷诶、欸。哦、嗯。没有动手脚，应该是。我如果不太想了。对。但我那天也没有喷香水。哦、嗯。哦、嗯。嗯。嗯。啊，我知道了啦，去看那个、啊。去看那个 SSK 啊，去日本的时候，他没有发票，代购不是都会附上发票？哦，可是雪莉梅的他有附迪士尼的袋子，他可以团购迪士尼的袋子啊。哦，啊，真的香？真的吗？我是真的没喷啦、啊。好了，我不知道你们闻到什么。不想当冤大头啊。哦。闻到什么？不能用我的生日、啊。不是20周年、啊。雪莉梅的，他们有带雪莉梅，不是诗雅是谁有带雪莉梅？我记得雪莉梅的蝴蝶结很大一个。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进行活动？啊，你等我，等我看他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的。就算你知道他是正版还是盗版，你也不能退啊。嗯、那你不如就不要知道，你就相信他是正版就好。哦、嗯。你都已经过了那个退货的时间了。没有啊。还在浪费时间吗？没有、啊。Time is money you know?。你老讲话。他自己啊，他自己变成那个。我都还没有跟他要理论，然后你为什么没有先 check？ 啊，不是啊，你就按订单完成，我没有按订单完成，是他时间到他自己跳。那你怎么没有在时间内 check？ 只有才一天的时间而已，我什么时间才一天？我不知道啊，擦皮消机会啊，去申诉一下。好成熟，谢谢，执着力，我。拿着彩带的手也好像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说不赢别人了。而且在这件事情之前，还有一件很讨厌的事情。谢谢坏家师的，因为这是我本来握手会要带的。手部。然后我原本订的第一家。骂醒姐姐。
我原本订的第一家，他就说有现货，然后也有没有，可是不是正版的，这个有现货，然后这个没有现货，我就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要一个半月后才能拿到，我二月初订，结果他三月中才跟我说会到，然后我原本以为他订完，然后很快就会来，结果没有，他就一直拖，结果拖到那个 deadline 的前一天 deadline， 然后他跟我说没货，那你为什么早点跟我说没货？我等了那么久 ，Oops， 然后就我就换了两家订。这两家是不同家，这个一家，这个一家，我真的好生气哦！所以你那家不是航运的关系，他说 Disney 里面没有卖，不是航运的关系。没有关门。这不是我的口红吗？我好生气。但我这不是我的口红吗？不知道，就是，那就是，你又不用，对，有人配音配的很像。谢谢阿哲的啾啾你哦。没有啊，他都说他是代购的啊，就是这个是熊儿有货，雪儿没货。谢谢，本来每个礼拜不一样。可是那是常态性商品的，是熊耳 ，so sad， so sad。因为雪耳的触感蛮真的。哦，我真的在抢红包哎！谢谢，谢谢欢迎正式的愚人红包。看一下晨曦啊在哪里，我来看看那边。我还想说，上个 live 的时候会发红包。可你看那个也看不出什么东西，看得出来啊，就跟你看网络上的图片不一样。你不要吵啦。丽丽觉得难过。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等一下啦。那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哦。愚人节红包，谢谢。哭啊，被骗，我也被骗了。小时候的妹，然后送这个吧，请你下去。对啊，诗雅的熊，诗雅的雪儿也，蝴蝶结也蛮大的、啊。是啦，这应该是真的啦。哎，我被骗了。我那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啊，但我一直想说应该不会，他都说假一赔二十。不要玩它坏掉。你看的比当真的就好。对啊，反正也不能换了、啊。可是我还是可以跟他投诉吧。就算不了，这张红包这是被浪花，真的假的？我还是可以跟他投诉啊，给他给，可以给他评价。他看起来就超假啦，好骗！两千浪花，太扯了吧？这个愚人红包，为了要愚人，那是真的吗？要花四倍的代价。太扯！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做工很粗糙。你看，我也觉得、啊，这个比较像真的。但我不懂你为什么会买这个，这个一点都不可爱、啊。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这个可爱吗？这是一坨东西在这哎，这可爱吗？啊，是哪一家有附袋子？这一家。哦，所以你是说这是假的？嗯。啊，你刚为什么在查这个？没有，我只想要确认一下这个是真的，但那个是假的，我觉得是假的，是假的。哦。我不太懂哎，做假的到底可以获利多少？假设这个成本只要50块、70块啊，他就赚了500多块，要卖我580，还是570？好，阿雪的耳朵比较可爱，对，成本低就可以赚很大。而且它假货超多哎，但我觉得雪儿是真的，成本很低。哦，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游戏了吗？
因为我都快结束了，我比较喜欢熊。啊，那玩啊玩。那我很喜欢那个琳娜贝尔，很可爱，它是粉红色的。它是一只狐狸，对不对？对，很可爱。它好像只有上海迪士尼了。哦，真的、哦？嗯，它不是全部的。就跟好像就跟 Cookie 一开始是从香港迪士尼出来的。哦，真的、哦？嗯。那为什么 Cookie 长了一脸外国样？有吗？它的眼睛是绿色的。Cookie 是狗狗哎、欸。对啊。它的眼睛不是绿色的吗？不是吧？有啊，会有 Cookie 的发箍。新角色，对啊，就是他，就是琳娜贝尔、嗯，我觉得超可爱的，他还不能释怀。今天是一只嘛，对，还老还。噔噔噔噔噔，这个货超多。对啊，然后好难过。哈利拼成 P A R Y T， 那个没有啊，那个是防伪标志，对，防伪标志就是以后如果买到 Party 的话，就是盗版的，所以是 P A R Y T 是防伪装置。我这边有一个正版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看看哈，就是如果是 party 的话，那就是盗版，你们自己小心。就是精心设计的防伪标志，请大家多多注意。去日本要送我一个正版的发箍，让我比比看，它到底是不是正版的。那我就是拿来戴喽。没关系啦，你就带着这个就好了，带着这个就不会难过的吼。来，这样吼、啊，嘴唇不要沾到哦，你亲到结心了吼。好，你就这样子说，这样你的粉丝也不会很难过哦。好，还没把它塞整齐。哦沾到了，哎、欸！哦，你沾到结心了，对，直接看 body 哦。对，有这种贴心的设计，怕以后盗版猖狂，所以有这个设计。对，如果没有的话，就不是正版的哟。没关系，我相信铁定人是正版的。嗨嗨，九啊！下次一定是什么？是正版的吗？唉，我怎么这么容易踩雷？还是我本身就太雷了？怎么办？图片比较好看。哼哼，因为图片是卷头，头发是卷的。有推荐的整形吗？没有哎、欸，我也没有打算要装整形。我觉得这样子看着也不错，装整形脸太大了。装整形。脸太大了，对，你那是正版，没有盗版。下面的好像比较好看，谢谢。你们要不要开个油厂？你们都好油、哦。对，没有没有 ，PRYT 我可是不买的哟，是本人对。已经摆在床边了，很好。床边故事，那我们来玩游戏了吧？玩游戏。哦，我们要不要先买一下 Procreate？ 你到底要买多久？不是，就是一个按键可以结束的事情。一个指纹可以结束的事。解决，我今天用词一直好奇怪。解决，对。是城市式的整形比较好。你们会开油厂？好像有听说。你们都是那个，你们都是油田，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石油大户哦？中东油田。那大家讲话很油，应该要用什么？有油厂大户吗？大家讲话都很油。好，我来找看。这一段我不能接受。Procreate， 有这样拼对。Hello， 英短小猫咪。330哎，买啊！对啊，就是330。买呀、啊！脸部结唇是有嘴滑舌，解不开啊。哎、欸，你们知道龙龙最近生日吗？龙龙3月27生日哎，你们有想龙龙吗？我想龙龙，不想。我在问你嘛。好，我要按喽。龙龙3月27生日。但我觉得这他好像今年14岁。龙龙好，这样是几岁、啊？是乘七吗？不知道。龙是乘几？反正很老了。我要按喽。Procreate， 我都用 MIDI 编。
龙龙是谁？龙龙是龙龙是巨龙哦，还是那只猫猫哦？龙龙今年高寿，对，有帮忙庆生。好，我们来玩游戏吧。没有，龙龙那时候不在秋家，比较想我。龙龙什么时候在？最近哈库比较有存在感，当然因为哈库现在让我比较不害怕动物。龙龙好像廉价在吧？好，我们来玩游戏吧。对，龙龙就是巨龙。但我想他们要盗版，就好生气啊。他就是正版的呀、啊，想怎样？嗯，他就只会是正版的，好吗？哦，你怎么会买这个膜啊？因为类纸膜比较好画画。没错，不错哦，有在研究。他只能用手画。喂，为什么？他下载那么久，居然知道他要下载这么久，早点下载。凶什么？Okay. 用过十一次就比豆花便宜，但我会不会开不到十一次？比较成龙龙就跟老 K 太相信别人，老 K 是哦，等一下我知道了，龙龙跟老 K， 他酷比较没有节操在上面。我们可以听一下别的吗？我想听中文歌。突然，好，我们先来玩游戏。好，以下开放大家募集问题，就比如说。莉莉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对，然后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打的。还是你拿来？啊，还是我们就不要打，就不打了。啊，那我们画政治标记，输的人请对方喝一杯饮料。我不要参加。为什么？我不想请饮料啊。浅显易懂，我不要。白饭，那叫什么？我猜叫一八三，好好笑。哦，不要，不要你干嘛？我不要，你唱完歌就听啊。不要，那我要放。你总就是自己想唱歌而已。对，我就想唱歌，我唱的比较好听。得罪太多人了，下去，你也才下去。可以请他白开水，我帮他特调的手摇怎么样？计划没开始就结束，对，解散，解散。女仆特调，我要跟他说什么？ご主人様吗？Red drink， 吉祥飞，我们当啊啊，想说爱你，互相对你。隔壁明天有节目，别太嗨。你明天就可以唱了，干嘛一定要今天唱？你又在那个。不知道啊，你这个笔电真的很难用。打开真的难过，对，太累了。莫娜，呜呜呜呜。好，很好哦。OK OK， 我来看一下哦。还是要说，我现在来使用一下 Procreate， 好不好？对不起，我现在网络还很差吗？还我 iPad 啦，我们又不是用这个用啊，不然呢？他就还没装完，你是要看什么啦？就等他装完呐、啊。刚一片黑，好，大家都回来了 ，OK。OK， 你们最近在看《海贼王》吗？而且用热点比较快，好不好？家里网络太烂。没有，你不知道家里有装新的网络吗？我刚帮你连是新的网络。哦，我按错了。你以为我常打传说是打假的？哼。
假的。而且我最近传说排位，我上次连输五场，我快气死了。好，我们来手电筒转圈圈，爱是白色的部分。哦，我被爆雷了吗？现在林果的啾啾你哦。我谢谢。人人果实该不会是跟艾斯有关系吧？应该不是吧？是吗？连输赶快怪队友，没有，真的，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场场 MVP， 告诉你们，太扯了。简单。不然你问海贼王干嘛？为什么要帮太阳神挡？什么意思？可以啊，所以现在是想问题，还在和之国吗？阿海小翔，大家可以开始想问题了。那个果实根本不会被岩浆做掉，什么意思？他很久之后才那个吗？才会知道吗？暴雷是允许的吗？所以艾斯会回来是吗？游戏的说明是什么？其实我不怕被暴雷啦，对。我好像这种还好，因为我自己就会看电影解说的人。就你出一个题目，但他居然回来了吗？对莉莉来说，都还没看到，我现在才看到六百多集，一二三，六百五，差不多。我现在在看那边到底叫什么？德雷斯罗萨吗？有懂吗？我哪有？而且我这次才知道，原来他叫唐吉诃德多佛朗明哥，哎。太神奇了！传说 TV 在 carry 的女子 ，no no no，、不算快问快答吧，算默契答。貂蝉本貂而已。知不知道对方？冰山美人呢？这样翻也可以。哦，不然他原本叫什么？他原本叫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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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本叫什么？天夜叉。好了吗？怎么了？现在居然要支付吗？好 ，OK。嗨，雷秋。秋平安最近一直找我去他家，但我其实这几天考试。对，而且我们前几天一起去吃苦辣寿司。哎，一年进度才刚遇到，对啊，因为我都没追啊。我都没有这段时间都没在追，那我觉得最近我的氛围很适合追，没有惩罚，很适合追海贼王，就是感觉比较轻松那种，可以没有那么认，没有不用那么认真看的。好，对，好，你有请他们出题的吗？你们可以开始出题了。对，好，我要。不同版本翻译，有的叫多，有的叫德。德雷斯罗萨。那个莉莉最爱的、最喜欢的 TPCP 是。然后我要。我们两个要一起答，你觉得我喜欢哪一对 CP？ 这样我要讲很快。没有，只有一对而已。最喜欢。不是啊，那要讲那两个人的名字啊。他们会有个组合名啊。哦，我都忘记了。我现在想不到 TP 有什么 CP。好了吗？好了，好，一、二、三，发掘，你输了，发掘，我最爱发掘，忙着做些什么？背神啊，换你一题，采奈吧，他说 TP 啦，换你一题，大家帮我出一下题哦，明明就是喊喊喊喊，谁喜欢喊？这是最厉害的一个 CP。对吧？真心症，真心症，快点回答一下，韩韩韩韩 CP。好了，我想不到有什么题目哎。那韩库里韩，呀韩韩韩，没错吧？我想不到有什么题目，你帮我想。你要请他们想啊，他们你们请你们想好吗？すごい，马里奥派对的时候，有嘴滑舌还是油头滑舌？谢谢，谢谢哦。
怎么乌龟不寒而栗也是可以啦。油嘴滑舌 ，mini four 踢一个人踢谁？这种问题怎么可以讲 ？mini four 踢一个人踢谁？三、二、一，哈哈，因为踢出来跟我啊。人家已经有 rating 了，好不好？你输了，你猜错了，我自己退。Mini Four 本来成员一直都是可以变动的，就是 Mini One、Mini Two、Mini Three、Mini Four 这样。OK， 下去 ，OK， 牺牲自己，好 ，OK， 对，因为我成全他们。我没有厌烦其他三个啊，你们怎么在挑拨离间？我在维护我们的友谊，我自愿退出，你们懂吗？这个大爱牺牲的精神，我没有想单飞啊。对，随时都可以重组嘛，也是有可能新增成员变 mini five 啊。最近玲玲一直很想加进来，哦，没有，他没有最近，他一直都很想加进来。嗯。我最不 mini 吗？没有吧。我最喜欢的衣服品牌。你要猜贵的还是啊？你要猜贵的还是猜便宜的？这个不用，这个我知道了。欢迎听啊！我很 mini 好不好？我超 mini 的，我是最 mini 的，叫小可爱。谢谢思豪的一封信，再帮我们想一点题目。大家赶快想题目，还是我们来玩比手画脚，就那个在这里，在那里。我觉得这个有题目很好玩，好吧，但我们没有题目啊。大家赶快出题。最喜欢的角色。什么最喜欢的角色？最想做的企划。姐姐梦辰谁比较小？李梦辰吧。李梦辰比你小。对啊，他六月啊，啊我十一月。哦，你们同岁哦。他2002，我2001。你们是同届吗？同一届啊。你不就是同姐？我一直以为。对啊，我看起来比较成熟，是不是？你看起来比较老啊。闭嘴。你感觉应该是。闭嘴！你闭嘴吧，闭。应该是大他一岁的感觉。林家家那只有零零 mini 嘛 ？mini 零 ，mini 零啊？什么题目？我大家赶快想题目。年龄还是体重都小啊。近期最喜欢的。居然这么惊讶！什么东西很惊讶？我已经忘记哦。对。也摸我比较大。啊，默默看起来就是装成熟的小孩，没有，他没有装成熟，他看起来就很成熟。哦，我最喜欢的衣服元素，什么意思？应该打什么？就是什么蝴蝶结啊，就蝴蝶结啊，就是反正有很多，什么毛茸茸还是什么，对对。超难打的，你在想什么鬼题目啦？好了，就这题吧，试试看。1、2、3，蕾丝。你为什么知道？哎呀，你超恶心的，你不要给我这样好不好？就只有蕾丝，你衣服全部都有蕾丝，这哪有什么好恶心的？我有眼睛都知道好不好？默默看起来样子真的比你大，有吗？哎呦，感觉意外的会年轻的那种啊。哎呦，你为什么？那你们是不是也知道他喜欢蕾丝？因为这个，没有，他们应该会说蝴蝶结。有眼睛，我猜不知道。嗯，纯爱太恶心了，这不行，我要播一个。哎呀，真爱的哟！我今天问太开心，不知道我没有声音。真爱的哟 ，Where？ 对啊，有人说以为是沙，不一定。什么沙？沙裙之类的。沙，那也算是蕾丝吧？那也算是蕾丝吧？哎，对我朋友今天，朋友们今天去看咒，你们敢看吗？啊，你怎么没去？你没有看吗？我看起来像是可以去吗？我脚还在这吗？对，哎，换你出一题。那我蛮想看的。换你出一题。好。不是这个啦，等一下，帮我出一个题目好不好？喜欢的咒术角色太简单了，猜对了还这样，矮鹅。也好奇怪。最喜欢的前辈，这个他也知道。午夜场看咒，其实我有点害怕，但是又还好。好，谢谢娱乐的告白气球。
本来要看咒术就买成咒。谁真的有人这样吗？真的有吗？这已经是欺负人了。那大陆五星比较没有在看，应该是日本。但日本哦，好，那你猜我喜欢哪一个日本女星？好，时尚类的。时尚类，不是 AKB 就是时尚类的那种演员。哦，我已经把演员，然后时尚那种的。好，我已经限缩了那个。好 ，OK。限缩了很大的范围。好，好，一、二、三，石原里美。对，石原里美。石原真的很正哎、欸。你有 get 到吗？我觉得很正啊。还有一个是谁？我喜欢石原是他有穿那个牌子，我很喜欢的那个很贵的日牌。好，他穿的衣服超好看。没有，我觉得他就是长得他的表情管理很厉害。对，提示给很多。对啊，虽然我婆，谢谢。我原本以为你要说时尚类，我以为你是说什么他很时尚啊，小岛洋菜或者是吉田朱里那种时尚。我刚说不是 AKB 的。对，所以就对啊。那你们比较喜欢石原里美还是新垣结衣？我好像比较喜欢结衣，已经是别人婆了。对，我也喜欢石原。比较喜欢石原的。那石原也是别人婆了吗？我怎么没有跟到？哎、欸，对啊，石原好像是哎、欸，好像是哎、欸。哦。现在最想唱日本地区。没带走。北海道没有，只要是日本都想去。好紧哦，头好痛。休息一下。新垣结衣。比较喜欢你吧，比起他们，谢谢哦，这么会讲话，没关系。那还有一个新木优子，我个人觉得是我婆了。新木优子，哎、啊，有一个演那个新娘，那叫什么？什么大作战？结婚大作战吗？的那个主角叫什么？也不是，也很漂亮的。虽然在乐天美食，燃气把自己，谢谢哦。两个都是，绝对是我婆。那已经，人家已经是一个 CP 了。对，长泽雅美。那你知道长泽雅美吗？知道，但我不忘记怎么想。好吧，那我知道这个人。下一题。下一题，大家下一题。我都快结束了，我们才玩十分钟而已。哎、欸，你只有一个半啊？我只有一个。哈？是啊、哦。没办法，因为我不想跟你抢时间播。我明天再播一点。啊，不要啦，我们要播一点，一起播一点。不要啦，你这样子我被你盖掉了。你的光太麻不细，我整个被挡住了。那我最喜欢娜娜前辈什么地方？但我这个也要想一下。好，我已经想到了。来，三、二、一，言态度。哦，我可能比较看颜啦，哈哈哈。颜呢、啊？怎么样？我喜欢他的全部啊！我喜欢他的颜，就没有一个天使下凡，就没有一个点。不是颜吗？啊，其实这，可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才是我最敬佩的。我是颜狗哦，我也是，这才是脑风。不是啊，可是我很认真在探讨这个问题。对，我颜喜欢全部这个。答案说出来会被打，对啊，会被打哦，会被我打哦，小心哦。莉莉是不是说谎？肤浅？不会啊，我。现在 Waluki 哪里？麋鹿鸡哪里？身材、颜、笑容、舞台魅力。谢谢 Dragon 的真情告白，谢谢。好，换你出题了。嗯，我想一下哦。其实我一直以为我直播是礼拜五，所以明天也有。我们明天就当 K 歌。哦。谢谢娱乐的告白气球，明天他去浪 K 歌，你可以看一下他是主持人。对。喜欢态度，这太官方。对啊，这太官方了啦。可是我觉得有这种敬业态度。最想改变自己哪个部位？这个太简单了，你知道我最想改变自己哪个部位吧？啊，好。啊什么啊？就是会知道啊，这太简单啦。
这太简单了、啊。我觉得有蛮多地方。不会有变啊。想怎样？最想改变好吗？你自己也知道我想改变什么。这不是一个题目。小松菜奈鼻子跟小松菜奈有什么关系？说变成小松菜奈的鼻子吗？我喜欢谁？我喜欢李梦纯。天啊，刚好在准时过。不要，那是前辈太累了。让 K 哥撞没？哦，撞我直播，没关系，没关系，看我就好。对啊，栗子很凶。还有什么题目？大家可以继续出题，我等下可以再往回翻。有这么难吗？看题目啊，看有没有题目。喜欢艳丽的脸吗？我吗？对，我喜欢姐姐型的。喜欢还是喜欢丽丽的脸？是没有过啦。综艺节目，这个好像我还好，我很少看综艺节目。你真的是阳光。江口爱死我会怎么煮 ？TV 版江口爱死是什么？江口爱死是什么？就是那个用之前 TOP 的各每个成员。哦，等一下，我知道了，我有看到那片，它叫江口爱死。一直最喜欢的。V 版江口爱死。哦。这一定是去超去热炒店。短发控，你要问我。他应该知道哎，去热炒点的第一道菜，最喜欢的一道菜，他知道啦。一二三，老平牛肉。对啊，我喜欢吃老平牛肉，因为我去热炒就只有那个一定要点，其他都随便。他换你。嗯。选第二个姐，TV 会想选谁当姐姐？好，这个也可以啦。喜欢姐姐型，对，平均颜，迪卡，对，老皮嫩肉，有人不爱吃老皮嫩肉吗？没有吧。嗯，最喜欢餐厅类型太好讲了。对啊，就是是啊。对。热炒，但我热炒其实没有一定，我热炒什么都吃，因为我很爱吃热炒。那特别的，一定要点一道菜没有？哦，这我刚出过的题目，换一个。哦，我下一个想换什么颜色的发色？好，好，好啊！但可是我先跟你们说，这只是想要，但不一定。好，一二三，那那黄色。啊，一样。我们来听那个《モトカレ》。モトカレです。你们听了吗？你们听了吗？没听的话，现在来听一下。这一段的舞也是帅。哎，但我没有办法，我的手头会打结。哒嘎哒嘎哒哒嘎啦。可是这单的主题很酷哎，就是是前男友。好像我有看到有其他粉丝做解析，是说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回来。AKB 这样子，好像有这种意境。我是听那集跟我解析，他说这首就是大家是你们的前男友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还有什么活动吗？忘记了，大可来饮料 ，TP 制服，最喜欢 TP 制服，好像没有问过吧？有最喜欢 TP 制服的吗？问我吗？我啊。我应该没讲过吧？嗯，但我现在突然也想不到，我等一下想一下。都可以。那我 cover 吗？都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我 cover 哪首吗？我觉得你们不要强人所难了。是。打开啦！打开啦是什么？打开啦不是所以吗？所以换我了吗？然后那我最喜欢的 TV 制服，但我现在想不到哎、欸，我现在想不到哦。最喜欢的，那不要算公演，不要算公演，对，就是对历史以来有出现过衣服都算。就公演以外，好，三
西。啊？什么？小西。小西没有，我比较喜欢夕阳。夕阳就是很有气质的感觉，然后又很制服的感觉。小菊很制服，但就是很，你喜欢那种学院一点的感觉。对对对。哦，但其实泡泡也蛮好看，但我没有，哎，我也穿过泡泡。对，但好像更喜欢夕阳。但我觉得夕阳对我来说是有意义存在，所以会对我来说，我会选小菊。你说夕阳吗？你刚刚说。夕阳来说是有，你刚刚说夕阳吧？没有，小菊，他刚讲的是夕阳吧？是吗？但我反正我比较喜欢《开对一半》里面的歌。但冬天的话，我不会跳这首。哦。哎，不会听，我不听。没关系，你还在 TP 啊？我刚说夕阳，不是小菊。对啊，他刚说夕阳。但我要说的是小菊，讲错了。小菊，但我觉得好，米娜想出题，小菊，好，我还醒着吗？没有，我已经在床上睡觉了。OK， 这轮到我吗？对。哦，那我最喜欢的 AKB 的歌是哪一首？好，等一下我想一下啊。就是。主打曲就是这59张里面他好再上一次好一二三加巴达居然不是居然不是你失职了没有可是我说纯曲子来说之前都一直讲哇好喜欢加百加，我喜欢加百加，但如果你就是想当 center 的那种的话，喜欢 hashtag。嗯，就是虽然我喜欢加百加，但我还是加百加，我还是不太风格不太。对啊，愧为奈奈推，他刚已经是刚忘记啊，他刚已经忘记了这首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hashtag。难切被写成切，太推失格了，疯狂解释。最喜欢的帽子类型，365不是主打、啊，365是那个副。最喜欢的帽子类型是不是很简单？但我不知道那种帽子是什么。你说你吗？还是我？你、很难吗？我不知道那种帽子叫什么。那来讲，三。二一，贝雷猫，好，就是那个，怎么说那个 Kenko 那一点啊？那是贝雷猫啊！是我把刘海收上去，他就换一个名字哦。所以我平常戴的贝雷猫叫刘海贝雷猫，我把头发收上去叫没有刘海贝雷猫。就是，它就是一个贝雷猫啊！还有叫什么名字哦？你现在才需要戴嘞，你布丁有够严重的，太可怕了吧！你很像被淋到墨汁哎。他是焦糖布丁啊！你好，他这有什么他不知道？最近你最好看的天文照片是哪一张？当然就是我18岁那一张啊！他已经不是资深耐推了，商业推就说一声。你有刘海配方是什么？我也想知道啊！好，换你。哼，干嘛？换你，你的题目。我等一下来念榜了，你最后一题。不行，你要陪我，你要一个半啦，一个半啦，李彩杰，布丁快要流出来，对啊，但要好花钱。焦糖布丁蛮可爱的，焦糖布丁蛮可爱的，焦糖布丁不是吗？你刚刚是 QQ， 好，好难哦！你想要题目了吗？我最喜欢的舞蹈风格，这我再讲。谢谢 Matthew 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 Matthew 的告白气球。Bill Flower 最喜欢哪一个？和平哈。太简单了，谢花生的行李箱，谢谢。
欸，大家不知道我最喜欢的舞蹈风格，那你自己讲。那你知道什么？你讲。爱人气。不是哎、欸。好棒哦！啊，种类。芭蕾。对啊。哪是风格啊？那就是舞蹈种类。在扎肯的吻手里。不是现代芭蕾。那如果。如果小枕头，嗯，跟小枕头贝贝选一个丢掉。小枕头贝贝，小枕头贝贝，你听到妈妈说什么了吗？小枕头贝贝，不要难过。那个维尼跟奈奈，奈奈啊，你看你，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玩偶，奈奈但你就有、啊、奈奈陪你更久哎、欸，我现在要让维尼陪我更久啊。渣，他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很像一个菜脯了。他现在已经变成像一个菜脯了。OK 啦。你很渣。要没有要丢掉了？小什么贝贝可能有。谢谢小叶的浪漫玫瑰。扁掉的维尼，对。谢谢小叶。啊，还有什么题目？赶快出题，小姐。奈奈五十抽，太便宜了吧。不是奈奈变菜包，是维尼变菜包。对。欧贝威。那我想一下，用这个可以玩什么游戏？用这个可以玩什么游戏啊？谢谢九蛋的缘分相遇。哦，我最喜欢是妈咪煮的什么东西。哦好，你挑什么虾？啊，我已经知道了。反正你最后一定会讲那个。好，一二三，罗宋汤。因为就是罗宋汤，绝对是罗宋汤。没有，我也不是罗宋，我会说牛腩。好，那你那说你的，那你的很好猜、欸，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对啊，那因为那个。就是会坏掉，不会啦，好啦，不是那个，对，不是那是什么？是别的。好，三还没。啊，是什么？猫咪颜色？喜欢吃什么猫咪煮的东西？我可以帮你调这个设定哦。你看厉害吧？可以画那个渐层哦。啊，到底喜欢吃什么？我都开了一个。哦，想不出了。好，算了，随便猜。好，一二三，蛋包饭。对啊，我就说不是蒸蛋了。但我已经想不出来了。我真的爱吃是爱吃，但是如果一定要妈咪煮的话，感觉我比较喜欢她做的蛋包饭。当然是哦。没有，因为蒸蛋的话，外面也吃得到，感觉很像的。但蛋包饭就是。不一样，对，嗯，好，下一题，大家再出题，我忘记怎么关笔呀，好，最喜欢哪一家的蒸蛋？我最喜欢哪一家的蒸蛋？餐厅吗？对，好，这样我想想，我想想那两家，我根本想不到，我只能想到一家。妈咪考虑开餐厅吗？妈咪可能不考虑，就我们吃得到。对，你们别想。嗯，哪一家？好，好，要算 CP 值，还是就存起来的？没关系，我已经打错了，快点。一，三牛顿拉熟悉，这是什么东西？牛顿寿司，就是拉熟悉。那我猜对了，其实。对。但我以前喜欢，我以前就说喜欢妈咪吃。啊，换你出题目。
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吗？因为我那天是看那个。你们知道 Louis 吗？那个一个法国跟台湾人的那个情侣，然后他女朋友叫 Ada。然后我就看他们玩。Oh my god！ 哦、oh, ，不要，现在拿进来。OK 啦，我可以吃，我可以吃。我吃蒸蛋，哎，那真的是我的、啊。我觉得不可以。哦。耶，这是一个我们的晚餐。Oh my gosh， 这是一个寿司哦。有椅子啊，有椅子，哎，你怎么有饮料？哦，为什么要现在把食物拿进来？有椅子，我没有椅子。哎，我也想吃蒸蛋哎。不是 QQ Eat， 是爸爸 Eat。我们再一人一个。我已经吃掉了。Why you？这样子，点外送的钱，好像是，好像是。好，什么？他说什么？就是我说那个 Louis 跟那个 Ada， 就是一个法国跟台湾的情侣。哦，你有看过吗？没有啊。那你猜我最近一直很想吃的东西？可以在哪里吗？嗯、啊。你最近有吃吗？都没吃到。好。那、嗯、种类吗？嗯嗯，猪排。怎么想吃什么菜？我刚刚想吃。然后你不是说你生日餐想吃什么菜？没有啊，我说的是牛排。我想吃鸡爪乌。换你喽。我最喜欢的巧克力是。可以吗？嗯，一二三，过滤吧。过滤吧。啊？健达？不是哎、欸，我叫平民怎么样？我想过滤吧。嗯。好吃，而且我喜欢没有美奶滋的玉米。我刚刚就是看到那个玉米，它说表。没有美乃滋的玉米怎么可以叫玉米？就不要有美乃滋啦。好，再来，换你。你换我。嗯。嗯。好，自助餐最喜欢吃的菜。啊？这有难吗？好。好。三。嗯，番茄炒蛋，对，我想吃番茄炒蛋。那放我，自助餐最喜欢吃的。嗯，来来来，我想想，小蚝油。嗯，不是主食哦。嗯，是菜哦。嗯，一二三，甜不辣？甜不辣。好的，甜不辣。甜不辣。白饭，他是说白饭啦。我说不是主食。我最喜欢吃，那我就吃一个玉米，就甜不辣。嗯，我有时候进去自助餐，然后看到他没有甜不辣，我就很难过，但我还是会吃，但我就会很难过没有甜不辣。最近都没有番茄炒蛋，因为蛋难吃，太贵了，是不是？食物是去猜白饭吗？看你了吗？嗯，但我还在想。嗯。兄弟姐妹四个，我最想要拥有哪一个？就假设我今天是独生，然后兄弟姐妹我最想要，我最希望。这很简单啊。很简单吗？跟我一样吧。
好，第三哥哥，对啊，我也想要有哥哥。哦，那真的是太简单了。鲑鱼软真的太好吃了。好，换你。那你猜我最喜欢喝的妈咪煮的汤？我看你啊，哎、欸，好，好，一二三，玉米排骨蛋汤。萝卜蛋汤还好，玉米排骨。啊，玉米排骨啊。萝卜蛋汤不是，你不是问过妈咪说你要喝萝卜蛋？他是因为很久没喝水想喝吧？但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汤是那个安心班的老师，不是妈咪。那个超地，对我来说超地狱的汤，因为我超讨厌这种东西。啊，他煮了一个红红萝卜蛋汤，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要蘸吗？没关系，没关系，但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十大酷刑之一。这歌也太久了吧！玉米排骨甜甜的，而且妈咪煮的玉米排骨超好喝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加了什么。最喜欢的口红色味精，味精，我不会加了什么。好，谢谢。化妆品品牌太简单了，你应该知道什么吧？我最喜欢化妆品品牌。Oh my god！ 对。那你猜我最喜欢的口红颜色？有我吗？你说一起说最喜欢的口红颜色。你猜我的。你不要再看我的嘴巴了，就是这个颜色啊。我在想它叫什么？酒红哦。不是偏紫的红。我喜欢偏桃的红。哦，这也是偏桃，但这只是偏紫，但炒起来像偏桃。嗯，这什么叫什么？啊？哦，回回奇谈。为什么人家强迫我听？你家也强迫我听。现在要不要吃？没关系，我家现在不是回回奇谈。那我会变胖的。哎，我好奇你们都怎么沾酱？我刚好想打喷嚏哦。嗯。你们都怎么沾寿司的酱啊？我个人呢是习惯把这个料这样子拿起来，沾完之后，而且要沾里面那一面，然后再放到饭上，然后这样子吃。对。还有什么题目想不出来？我放淋上去，白沾。哇，我也是热量拿起来沾，直接沾会沾到白饭会散掉吧？啊，什么题目想不出来？本来就是豆素胚啊，这颜色叫什么？其实它是葡萄紫的，有点。最不喜欢的音乐这一层，他不懂音乐。最讨厌的科目不用讲，我还会有什么讨厌的科目？生态篇我听过，翻开吃，这太简单了。翻开吃，不是咸水鸡是鱼，用料那一边是沾酱油，连饭都能夹起来，反过来沾鱼。整个翻过来用料去沾，除了玫瑰花，我第二个喜欢的花是什么？有选项吗？没有。哇！而且我们还看同一个方向，我们开始看。哦，没有，我只是在思考，我没有在看那个是什么。好，你来。好，我也在想。好，一、二、三，满天星。这个就是因为你只讲的是这个啊。我还要养的绣球啊，我也蛮喜欢绣球。我刚才想要绣球，还想买甜心。嗯，朵拉花也蛮漂亮的。哎，我为了做我的那个正绣花束，我有去研究。为了做你那一束，我也有去研究，好不好？鼠尾草。
你喜欢鼠尾草？没有啊，还好。鼠尾草像逗毛吧？对啊。好，再来，再来。上次真大。那请你不要出镜的往前面去，优雅一点哦。OK， 康乃馨，零什么？妈咪超喜欢香水吧？对啊，妈咪最喜欢香水吧。好，喜欢什么调的香水？我们两个一样啊。木质调子有吗？你不喜欢木质？你有木质吗？蛮木质的吧。Hello. 我喜欢木质调的味道。我不喜欢果香，我最不喜欢果香。我不喜欢太甜的味道，我也不喜欢，不喜欢果香，不喜欢柑橘。喜欢单朵花还是整束的？我这么提花，但是整束的。是鱼板。出题。换你了。最常点开的一个 app， 对啊，最近花最久时间的 app， 你可能有关注到吧？但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应该有哈。一、二、三 ，Safari， 它不是 Netflix 吗？这个不是你不是在看那个《海贼王》？对啊，《海贼王》Netflix 没有嘞。我知道，那都多久以前了？会我有，因为我不看那首。那怎么念 ？Safari，Safari。什么 Safari？ 统一布丁还是立体布丁？立体布丁真的拜托先不要。密集恐惧症。立体布丁。Safari。不喜欢太甜的，我们又不喜欢自己呀、啊。啊，还有什么屏幕、啊？想不到。对，是 iPhone 的浏览器。想不到，但我最近在追那个《海贼王》。你不吃啊？啊？还有什么题目啊？修图最常修的地方。不要，我不要这么告诉大家。我你是说你吗？我说你。我不要。那、你就很明显啊，你自己叫他猜，大家猜猜看，他修图最常修什么地方哦？啊，鼻子、鼻子、脸是？我修的不止鼻子呢。也不要管我。那你们猜我的？啊、哦，鼻子、鼻子。那我没什么人，平常都不会修脸。不要把我这样。就我的脸有时候看起来很小、但是有时候又还好。我拍照的时候脸明明就很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公演的时候，这照片看起来脸都很大，那是角度问题。角度，一切都是脸真的看起来超小的。要不要我的 iPad？ 我的脸没有很小啊，还有我的鼻，侧边很大，可能需要再小一点，瓜子脸，不敢在隔壁来回，没事的。好，最常点的糖精程度，它很不一定哎、但我就是，哦，没有，我差不多啊，不是点冬瓜茶才有点不一样，哦，对啊，是没错啊，我有时候蛮常会点少冰或是微冰的，对啊，但我都只有一个，点再小比例会跑掉，我也觉得，但应该差不多。那我其实拍起来，拍照起来脸这边都会凹的，然后他每次都叫我把这边拉蓬，但我觉得拉蓬就是很不像我，可能我自己没发现。你看我这样很凹哎、这边。我在想我要什么题目可以。我看你的脸，我就是颧骨很高。但是怎么感觉我们脸型好像蛮像的，不太一样吗？是颧骨高啊，对啊，脸型蛮像的吧？这样看起来脸型还蛮像的、
是你的脸肉了一点。你安静。但形状蛮像的。咀嚼习惯。贴纸。所以我们是要演出来的。刚好喜欢我。最喜欢的蛋糕种类。刚刚好。草莓蛋糕。你说我吗？我啊。那我嘞？我要喝饮料。那我也是草莓蛋糕。不是。栗子蛋糕。不是。我就还没想出来，你跟你跟我说不是。现在是要猜最喜欢的蛋糕种类。种类是什么意思？就你刚刚说的卡芬尼，不是超马芬尼之类的那种吗？芬尼是什么？马芬跟什么？就是草莓蛋糕、草莓蛋糕、什么蛋糕、蓝莓蛋糕、玉米蛋糕之类的。不就草莓吗？不是，他喜欢你也太了。大种类啦。好啊，一二三，奶油蛋糕。不是在说那个，好 ，OK， cheese 蛋糕。cheese 蛋糕。OK， 哦，对了，就是口味，就是种类啊，就是对。我喜欢吃 cheese。嗯。我喜欢那种，我喜欢重的。电视好的，啾啾你哦。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海绵蛋糕，我觉得还好。谢谢。谢谢。你好，这次都没有，没有指甲。看你。最后一题哦。对，我很喜欢重的。我最喜欢的发型。是再来问吗？问一下。啊，不准吧。表演的时候，好了，这个我会表演一直以来的只有一种发型。谢谢透露讲。那我最想染的发色。好。啊，这不是也是大家都知道吗？什么？什么？你们知道吗？对啊。对啊，这还要猜。好吧。嗯，谢谢包子的晴天娃娃。谢谢，那你在一起，因为我要，我在一起我要写什么？那你出啊，你要结束，你应该要。我想不到，大家赶快出一题。入境。哦，真的，真的。哇。现在抓可能救救你哟。谢九蛋的真情告白，我最快点说台甜蜜，想不到最喜欢的甜甜圈，但他应该也知道。艾斯大哥还是虎章，他三个人都不知道。我最可爱，对，我最可爱。谢谢幻影战士善点红糖，谢谢。想题目，还有什么题目？我最。哦，今天化妆一定要让你有一个。谢谢汉汉的梦幻泡泡口红啊，是之前已经打过了。我说我哎、欸，哦你哦，对。眉毛啊，很真是哎、欸。不然呢？再来看。哦，你不要把它插进去啦！我觉得那个，是银眼，那都不算化妆的部分。是吧？那这样我也是银眼啊！我们怎么可能没带银眼涂口红出门呢、啊？在想什么？好，那我。除了猫咪以外，最喜欢的动物。我，你是动物、哦，人都是动物。哼，最好柯南了。来起，我们在自己的台呀、啊。
不要啦，可以了，可以喽。什么什么什么，快点出去！拉呀，真的出去哎、欸！好啊，我也想不到最喜欢的动物，有点多，除了猫咪以外的太多了。啊！魅力秀，魅力展开，对啊，魅力展开，魅力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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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力秀下一次来把它哭，我其实还是更喜欢猫猫。小屁不是小屁，小屁妈咪会怕死。小屁你知道小屁是谁吗？你知道不是小屁？对啊，小屁是屁。我很喜欢屁。我没有喜欢，我不怕。你不怕哈？小屁蛮可爱的、啊，都是智龙第一对。嗯，是兔兔讲的爱的烟火。啊，什么？嗯。小屁是蟑螂杀手队。谢谢绿箭的爱的烟火，谢谢绿箭的一封信。我还喜欢什么啊？我快不是我快要想不出来。今天出门逛街就会去哪里？哪一区？什么？比如说像什么信义区，然后中东区，然后中山区。然后西门之类，好，一二三，中山区。你 A 什么 A？ 给我一个日本 A， 烦死了。A 什么 A 啊？你呀、啊？啊，你说我想去新一区啊？我想去中山。我刚刚在讲你去的是不是？烦死了，给我一个日本 A， 是怎样？烦呢、欸，对新一区比较多东西。我想中山区分。这样而已。不然不然你们以为我喜欢哪一区？啊，我要念吧。很适合你啊，西门。你的头发很适合。我可以扁了吗？暴力打妹。我去境外。暴力打妹。幸运啊，是不是跟中山？我喜欢那种日式的。新义也很日式吧，我记得有人的业配照就在新义拍，但是他居然说新义不日式吗？破音了啦，破音了啦！啊、酱油，那个拉面你喜欢吃什么口味？酱油啊。我说我很苦啊，不然有什么好答的？工程实力越来越嘲讽，谢谢啦。点燃现场没有哦，强制关播。我要来念吧。OK， 喜欢图文字。今天的第十名是 Dragon， 谢谢 Dragon， 谢谢。关魂。第九名是九蛋，谢谢九蛋。你八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第七名是博成，谢谢博成，谢谢。第六名是雨乐，谢谢雨乐，谢谢。第五名是林国，谢谢林国，谢谢。然后，慧珍。第四名是阿哲，谢谢阿哲，谢谢。第三
签名是八字，谢谢八字，谢谢。第二名是思豪，谢思豪，谢谢。第一名是欢迎战士，谢谢欢迎战士，谢谢。啊，我就是喜欢很咸的，所以才会喜欢吃酱油啊。谢谢，谢谢大家。我刚刚没有，我只剩十分钟。白饭能接受战士，谢谢。明天见了，明天还有直播。记得想我哦。其实酱油平常也可以啊，可是我是觉得酱油汤当汤底太咸。比较油，可是我可以接受油，但不能接受咸。会把炸蛋加餐里面吗？我会啊，如果我还饿的话，我就会再多点。啊，我如果不会饿的话，我就不会再加蛋。火锅喜欢什么汤底？火锅喜欢什么汤底？番茄。哦，对，番茄。您接受你们有，我都接受你们这么久了。炸饭都要单吃，但。汤泡饭可以啊，就是不一样。我是不能接受要裹不裹的那种。拜拜。对，要找到大秘宝。要放多久？第二首 OK。不曾有过。拜不。其他没有再把饭，看我当天的决定。橡胶枪乱打。换到这首不换。怎么感觉很久？我没有听过这首，其实就我没有特别听过它。好，拜拜啦！还是加，快加天见。可是我脚趾都可能是一两个，就是跟别人学。拜拜，他还想说，拜拜，拜拜，你都不陪我播完。拜拜，你都不陪我播完。拜拜，今天面是不是有播啊？是吗？我不知道。明天见哦，只有物理有，没有嘴巴有。